仙人掌的果实。刚才吧，我偷吃了一个，我没吃过这玩意儿，我不知道这上面全是刺儿，扎我咳嗽。看，看，这个红彤彤的，看着特别诱人，这个汁儿。看起来的感觉跟火龙果是不是特别像，还能当口红。这里头，全是硬汁儿啊，又扎着了。我感觉这熟的已经挺透了，但是不甜。哎，这色儿还挺好看的，是不？吃太费劲了，没啥吃头。